节电安装，本机采用380伏电压，11千瓦电机，节电时需自购6平方三线电源线 C60 空气开关，节电时需先拆开机壳，连接好电源线，检查接线是否紧固，再装好机壳，连接另一头空气开关电源线，连接3根火线，检查连接线紧固，电源连接后检查机器模头内无异物，通电片刻后关闭，检查模头转向瞬时为正确方向，相反则需更换连接火线，调整至正确运转方向。操作使用，在使用前请连接好冷水进出口水管，调节模头位置，顺时针调节，模头下行研磨浆料更细，逆时针调节，模头上行研磨浆料颗粒更明显。开机前开启水循环冷却，再合上电源，常清洗维护。机器使用后需及时拆洗模头内部，保持清洁，拆洗时先拆去料斗，再拆洗角笼。需注意的是，此螺丝拆卸时逆时针为紧，顺时针为松，拆出模头后可分别用清水冲洗，清洗干净后擦拭去多余水分，在干燥后装好模头。装配时注意此处定位消补，先放平后旋紧几圈模头，再移动模头内圈，能感觉轻微的摩擦，移至销孔时即无法转动时即可旋紧模头，